说说五月天演唱会上疑似假唱的事儿啊，我还是严谨点说疑似吧。当然了，有专业人士专业的分析过了现场的声音，得出了假唱的结论。而我这个不是专业的乐迷呢，也在看过了无数现场画面之后啊，认为的确是真假掺班的，甚至有的很明显的，第一句是真唱的，有点跑调，然后下一句就是播的录音。要说你要是弄真一点啊，就自己重新录一遍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也发现不了。问题就是他播的那就是原唱片里边的，大家懂吧？都这么多年了。你说一个歌手的声音一点没变，那不可能吧？声音变了一点，唱的不太好，那我们都是明白的。但你这么糊弄人就不好了吧？而且啊，更夸张的是，帮唱嘉宾跟你一起唱，帮唱的人是真唱，完了你是假唱，这个简直太无语了吧？此处求帮唱嘉宾的心理阴影面积。有人说呢，这也正常啊，我们也得包容一下啊。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就事论事吧。首先啊，根据相关的规定，现场演唱会假唱那是要罚款的，因为那么多歌迷花了钱，而且是不少钱买了现场演唱会的门票，那就是为了感受歌手现场演唱。你假唱不就是骗钱吗？人家在家听歌看 MV 不香吗？用得着花钱来看你播原唱吗？其次啊，不想多想。近期有些人来咱们这儿开演唱会，有人说捞金圈园子之类的词儿啊，那我觉得呢，人家有本事挣钱，倒也无可厚非。但要真像有人说的，湾省的某些艺人糊弄咱们的观众，这问题可就上升了啊。当然，咱们可以看看他们在什么小巨蛋是怎么演出的再说哈。其实呢，咱们观众歌迷们啊，我相信还是大多数人通情达理的。比如五月天，也是很多80、90后的青春回忆。很多人去现场就是追忆一下自己失去的青春，这话说的没错吧？就像周杰伦现在开演唱会，难道大家很挑剔他唱的怎么样吗？我们爱听歌的人都听得出来，近些年啊，周董的状态呢，的确是不如从前了，声线也变了。那我们也理解年龄增长，状态下滑，所以他降调也好，找人帮唱合唱也好，歌迷们都是理解的，因为大家去看的是个情怀，听的是个回忆，这话没错吧？至少他没有欺骗歌迷。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歌手都能够永远保持在最佳的嗓音状态，比如我觉得啊，像任贤齐啊，确实50多岁了，这个演唱会状态很厉害了，但是很多人做不到。那既然做不到的话，是不是就应该像韩红说的，唱不下来就别开演唱会，那是尽不到歌手的本分。因为歌手是一个职业，你靠唱歌赚钱的，如果这个你自己的本领丢失了，还要假唱骗钱，真的是伤透歌迷粉丝的心呢，也是对行业对观众的不尊重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小事儿，粉丝们人情给到了，钱花了，唱得不好也可以理解，但底线还是要有的，不能蒙人骗人呢。也不要觉得我们人傻钱多，比你们小巨蛋的观众好忽悠。目前我看到的消息呢，是正在调查中，希望调查结果早日公布，以正视听，所有艺人明星都能够认真的对待观众。你们赚的已经很多了，不要辜负粉丝们对你们的支持，因为他们是拿真金白银用心爱你们的，最起码拿出点真诚出来。我爱听歌，但最讨厌那些假唱敷衍蒙人的歌手。我觉得从一个艺人身上看不到真诚的话，我们还是脱粉吧。